醒醒醒醒，你怎么睡得着的？醒醒，快起床啊，快起床，别睡了，醒醒。啊，都周末了，都玩个游戏还跟上班似的呀。玩剑与远征启程，再也不用定闹钟了，不如睡个回笼觉。睡一觉升十级，剑与远征启程挂机超轻松。晚点老力活剑，包谁包赢。出门了谁不来谁孙子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人呢？在音乐节嗨呢，团建了，哥们改天。临时加班，对不住。怎么摇个人这么难呢？哦，剑与远征启程，轻松摇人，公测全英雄免费送呀！这么多英雄，那杨戬得费老鼻子劲了吧？哪能呢？等级装备一键共享，懂不？一养五套卡槽，全员都能升级，新卡抽到就秒上。全英雄拿下！剑与远征启程，养成超轻松。跟我出门牵手逛街。牵手还怎么玩？给你买了4090显卡，看着棍子像不像剑？想玩吗？送你水枪总行了吧？好啦好啦，下次球赛给你加油。你到底怎么选？都想要。想牵着女朋友，但又放不下游戏。剑与远征启程，牵着她也能玩的单手竖屏大世界。仅放一只手，玩剑与远征启程，竖屏操作超轻松。吃面包也能玩哦。干啥呀？你这个月直播的 KPI 还没完成啊，抓紧！吃饭了，娘，别搁那打游戏了，暂停一下呗。在下棋呢，咋暂停啊？剑与远征启程，随玩随停的自走棋副玩法，随时退出，随时再匹配，轻轻松松连胜。终于想起来了，还有几局游戏没打完呢。50年后还能继续的自走棋模式，玩剑与远征启程，下棋超轻松。好难啊，这打啥？这 boss 纯纯数值怪，咋打呀？哎，别莽了，我有个主意，试试看多种谋判策略搭配吗？看这个蛊王一刀流，多奶妈加上蛊王，能把所有受的伤一次性反弹出去，能让 boss 一发入魂。哦，悟了。整个火女主 C 对霸肉顶住锅就摁锅，到火女开大给她秒了。各路流派随你组，把把越级分盘，玩剑与远征启程，战斗策略超轻松。你的电子小助手，让游戏生活超轻松。现已全球公测。醒醒，快起床。